惊奇手札老烟鬼第116集。话说这天一早，秀琴差老烟鬼爷俩去集上买点肉回来。一到这个时候啊，那红丫头的劲儿头可足了，因为回家就有好吃的。你姑娘家家的能不能有个稳当劲儿啊？俺娘要买个肘子，晚了就没了。秀琴就认集上老胡家的肉，说是他家猪养得好，肉肥瘦相应，还不缺秤。哟，鸭儿也来赶集了。来割块肉。可到了集上，有认识的就得停下来唠两句。你家还用割肉吗？那山上不有的是啊。老烟鬼平时也不咋下山。山上有归山上有，不能给打绝了不是？哦，那您慢点逛，我先走了，有空家里坐啊。哎，好好。都觉得他山上什么都有，还不用花钱。老烟鬼跟人唠完嗑，瞅见红丫头一脸不高兴的回来了。哎，怎么回来了？胡三儿没出摊。不能够吧？是不是卖完走了？老烟鬼走到了卖猪肉的地方，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跟那边上的那家打听了一下。老家，我问一下，这胡三是没来吗？啊，好几个集都没来了。知道是为啥不？那谁知道？一问，说是好几天没来了，也不知道出啥事儿了。你给我来个肘子吧。老烟鬼一想，也不能空手回去，就在那人的摊上买了个肘子。爷俩闲逛着往回走，在人群里瞅见了胡三。老烟爷走上前一招呼，还真是胡三，只不过原本肉嘟嘟的脸都快瘦脱相了，两个眼眶也都是黑的。你这是咋了？病了？哎呀，烟儿爷呀，我还想找你呢。老烟鬼就想问他是咋回事儿。嗯，不等胡三开口，他身后一个矮胖子哼哼了两声，胡三立马就不敢多说了。嗯，烟儿爷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跟着那个人就走了。老烟鬼瞅着那个矮胖子有点奇怪，心说这年月应该没有土匪了呀，可那人咋回事儿呢？咋了爹？走，去胡三家看看。他越想越不对劲儿，就决定去胡三家看一眼。爷俩就奔了胡三家。等到了地方，瞅见门口蹲着两个人，长得就跟双胞胎似的，又矮又胖。一见老烟鬼停在了门口，就围了上来。胡三在家吗？一听老烟鬼要找胡三，伸手就要打，结果被红丫头抓住了手腕，把手往后一拧，一脚就给踹了出去。另一个也挥着拳头迎了上来，红丫头一闪身，一拳就打出来了。跟小姑奶奶使拳脚，打得她鼻口穿血。两个人一看，打过红丫头啊，灰溜溜的就跑了。胡三，燕儿爷，那两个人呢？老烟鬼叫开了门，让我给打跑了。烟儿爷啊，你快救救我们家吧。胡三一见把门的没有了，忙求老烟鬼救命。出啥事儿了？你慢慢说呀。老烟鬼就问他到底出啥事儿了。胡三说，几天前啊，一家人正在吃晚饭，突然门就被给踹开了。你们什么人啊？讨债的。呼啦的就冲进来了几个又胖又矮的人，说是来讨债的。谁欠你们钱啊？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胡三家他没欠任何人钱呢，就想着是不是他们找错了呀。胡富贵欠我的债，那不是咱家老祖宗吗？结果为首的大胖子就说胡三家祖上欠的债。胡三觉得他们是来找事儿的，就摸了把刀要把他们吓出去，结果根本就不是那伙人的对手。
一家子就让人都给摁在那儿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要在你们家吃住三年。为首的大胖子提出了条件，你要好吃好喝的伺候我才行。要好吃好喝的在胡三家住上三年，才算胡家还清他的债。从哪天开始啊，只要是天一黑他就会来，胡三家就得给他准备一桌子的素菜。大胖子一顿能吃正常人的十倍还多，吃饱了就睡，天亮了就走。白天呢，会留两个小兵在门口把着，除了去买菜，不允许胡家人进出。燕儿爷啊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们一家老小都不知道得怎么办了。你别急，我找人问问咋回事儿。老白，在吗？老烟鬼觉得这事儿不简单，他就叫出了刺儿头。来了。事儿你都知道了。刺儿头也知道是咋回事儿。确实是他们祖上欠下的债。那个大胖子说的没错，他们老胡家祖上确实欠了债。这事儿啊，得往早了说。那时候胡家就以贩肉为生，家里养了许多的肥猪，自养自杀自销。祖上叫胡富贵，杀猪呢也是一把好手，下手干净利落，猪养得好，卖得也好，这也全仰仗着家里有一宝，也就是他养的一头种猪。这头猪养的是又肥又壮，一年能配好几窝猪。多吃点，多配几窝猪，我一直养着你。胡富贵也是精心喂养，并承诺即便他老了没用了，也还是会养着他直到死。可过了些年，种猪年岁高了，不中用了，又吃的特别的多，恰巧有人想收了。我可跟你们说，这猪年头久了，肉可不好吃。放心，我们老爷只是拿他身上一样东西补补身子。给了许多头猪的钱，这胡富贵犹豫了一下，就给卖了。绑回去吧。买家知道那头猪大，带来了几个壮汉扛猪，可还是没能抓住。种猪撞翻了那些大汉，撞破院墙，逃到了深山里。因为体型庞大，竟然活了下来，又吃了许多山中草药，居然在百十年后得了道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也得了道，还回来找胡家人报仇。那这事儿是不是不太好办呢？也不难办，你只要这样就行了。老规矩，咬耳朵，刺头就在老烟的耳边，给他出了一个主意。兄弟们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周更新的《老烟鬼》。